咱俩今天晚上比较安静，你知道没有声音哎，他在做平板支撑。哎，你进去，这蛮好笑的。哎，你看，你在干什么呢？我在做平板支撑。为什么他们要你这样做？对啊对啊啊，那个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小雷，来自重庆。Hello， 你好。所以你刚才是做了多久？对，我没有做多久，因为我整个身体就是整个身体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就是我仰卧起坐一个都不能做的那种。然后刚刚就网友说做平板支撑可以让我整个身形就是会比较好看一些。哦，对，这个是好的。所以但是我刚刚就在做这个平板支撑，然后就很累，是因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该哪里用力。腹肌啊。这里吗？腹肌用力啊。我想跟你学健身。对，好啊，你要学什么？所以你要教我一下，就是平板支撑。刚才你是做的对，是做的对，但是我坚持不到两秒，就是这个样子。第一啊、哦，你下次做健身的时候，你必须要穿裤子，你这样很容易走光。不需要穿裤子，那你要穿裤子吗？啊、哦，裤子，我这就是裤子吗？我这是裤子啊。我这个不是裙子。对不起对不起，他就是这样，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I'm sorry， 我这是裤子、哎、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稍微矜持一点，没事没事，好吗？对，好的，你慢慢来慢慢来、我提醒一下你，就是要穿裤子、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就穿那种稍微紧身一点的，就是健身的裤子。不是，对对对对对。但就是你可以教我做这个吗？刚才是对的，就是所以他的用力的方式点就在哪里，都是在这里，就只有这一块。腹肌啊，腹肌吗？对啊。那你有腹肌吗？我有啊，你可以拿那个球，那个球很简单的。这个。对。这个你要躺在床上，要这样做，这样。哦。这样。所以这个只是练腹肌，它有会塑身形的吗？你刚才其实也是练腹肌。就是不会，只是你可能你那些其实全部健身的动作也要分开做，手部的要针对性来做，然后这些你刚才全部都是要分开的。对啊，你应该要跑步，还要跑步游泳，跑步游泳，然后平板支撑，然后手部力量，手部的这些多做运动就好了，其实不用这么辛苦自己。但是我因为其实现在看起来都还好，但是过几年照我这样的话，就会身材就会往下当当当。你几岁啊？我20岁。几岁？我一说说，啊、哦，我20岁看起来也很老的呀。就是平时你有喜欢健身对吧？对啊。就是在做健身的时候，它是会保养皮肤的，有可以保养皮肤吗？出汗可以啊。就只要出汗，它就可以保养皮肤的吗？会好一点。就是。会好一点的话，正确的保养皮肤的方式可以让素颜更加的自信，就像你不老男神，就是因为你什么不老男神，你就是不老男神。对，老婆就是。